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佛教的寺院前面呢，常常会有一对石狮子，而佛教呢，也常形容法师弘法是做狮子吼。一位很好的佛教人才呢，又常常被称为佛门龙象。似乎狮子、龙跟象这三种动物呢，特别受到了佛教的重视。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三种动物啊，都是具有代表性。狮子是在地面上走的动物之中啊，就威最大的。老虎虽然呢凶猛，但是呢见到狮子啊，老虎就赶快夹着尾巴逃。所以任何动物啊听到狮子吼都会啊退步让步，都会呢回避，否则的话要跟狮子斗斗不过的。另外龙啊是天上飞的之中的灵物，龙它的功能呢能够兴云降雨，在什么地方需要雨它就去降雨，什么地方需要云它就去那边呢给它的一片云。因此呢这个龙对于人间呢有大恩的恩惠的一种动物。那么这个象呢是我们地面上啊体积最大的，狮子之势啊威猛，而象呢并不威猛，但是呢它呢是伟大，能够啊拉着大的车子走，也能够呢载上啊很重的呀货物。同时呢它的两个牙齿啊能够搬运的很重的东西，现在我们是用升高机了，用搬运机了，在过去的印度的时候啊，他们就从丛林里边带了象回来，就可以搬运了非常重的东西，拉非常重的这个货物，那都是啊用的象。所以象是啊任重道远的一种象征。象它是非常的有人性，跟人相处的时候啊非常的呀和平，不是像跟老虎狮子相处完你随时给它吃掉了。可是呢你跟象相处的时候只有替你服务，而且呢象啊比人还要啊有羞耻心。象它只有啊在有积极性的时候它会这个公象和母象交配，交配的时候不会给人看到，不会跟任何其他的这个动物啊看到的。这像这样子的一种动物正是啊人间的仙人呢，是啊人间的这是啊了不起的有灵性的动物，清净又慈悲，又啊能够保护啊吸住啊人。所以是如果说是呢一个法师是啊说法的时候能够使得人一呼百诺一呼百应，他说法的时候是能够使得人的邪念烦恼心能够放下来，本来要做坏事而听了佛法之后呢
就不做了。本来有动坏念头，听了佛法之后呢，这个念头不敢动了。那等于是什么？等于听到狮子吼啊，狮子一吼，那个老虎本来要伤人的，听到狮子声音呢，老虎赶快躲起来，再不敢再伤人了。那么像这样子的这种精神呢，是来表示啊，能够说法，能够啊度众生，能够使众生去烦恼，这个是叫做狮子吼。那个如果是能够任重道远，广度众生，能够为人群服务，行菩萨道，这个就像是什么？是大象。这个是那么清净，是啊，那么的和平的、慈悲的动物啊。那形容一位大师，就像象一样的啊。龙呢，有求必应。这样哪个地方需要雨啊？需要云呢？你求他来，他就来了。所以，作为一个弘法的人才，或者是作为一个佛法的主持者，他也是这个样，能够帮助人解决问题。只要你求他，他就能帮助你解决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龙象人才了。有的人的夫妇两个家庭吵架，只要有一个人来找我，他的家庭打个80%不会破。假如说有一个小孩子啊，非常不听话，非常的不听话，我也不认识这小孩子。如果那个小孩子一来，能够愿意来的话，我首先当着这个小孩子的面呢，我做什么，讲什么，让小孩子听了以后啊，就会改变。在加拿大有个医生的一个儿子啊，很坏，正坏，是初中生。他很不容易见我了，他愿意见我，见了我以后啊，没有多久全部变掉。前天我见到他的父亲母亲呢，我说你这个儿子怎么样？哇，完全换了一个人。这个不是我的本事大，而是佛法好。我跟他用佛法来告诉他，并不是专门叫一念阿弥陀佛，一念观世音菩萨，并不是这个样。佛法的道理，用佛法的心态来帮助他，这个小孩子听得很欢喜。但是呢，他的父母要合作，如果父母不合作，也是没办法。阿弥陀佛。